快快快，他们来了！去看一下，外面特别精彩，走吧。 确定这里什么区吗？当然了，这里是林州的北部，也是咱们拉萨的这个第二牧业大县。你看我的右边是密布的圆柏森林，左边呢是成片的高山小叶杜鹃。但是你看，走过来英武粗犷的汉子，高挑豪气的姑娘，让人从深深的草原走来。我从来没有如此整齐全面的见过如此多的拉萨以外的服饰。 抖音。